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人的一生当中有这么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成利好？今天请所有投资朋友们看一看我的侧标。我昨天在电视上跟你说什么？各位，我昨天在电视上跟你讲，我就买回三档股票，今天这三只股票全面大涨。其实各位，真的在台湾做股票真的很简单，如果你能够跟到陈立豪，各位你不得了，你会发大财，会赚大钱。各位，我昨天在电视上跟你说什么？来，请看，这是昨天1月17号的节目。各位，我说什么？我昨天跟你说什么？1月17号买回四星，买回创意，买回长荣。我跟你说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吹牛，不会欺骗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你有要相信吗？各位，其实在台湾做股票贵在真心真意。我今天我收盘之后，我接到好几个我的会员打电话给我，真的非常的感动。他说他真的参加过这么多的投顾老师，真的唯一跟到陈立豪是他最棒的选择，最佳的选择。各位，跟我到现在，他续约了好几次。为什么要续约？赚钱呢？一直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各位，你就会在人生当中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满足。各位，在台湾做股票真的有这么难吗？难在你的心里面。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，如果你在跟着三大法人，跟着投信在这边做股票，各位，你真的死路一条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在台湾做股票真的不难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跟到陈立豪。各位，昨天在节目上一直跟你讲，各位，我1月11号我说我放空四星，我放空创意，结果各位1月11号之后放空四星，连跌四天。各位你看，我今天我不要用什么去讲，我就用侧标，我就有打在侧标的字，我跟你讲就好，好不好？让你去印证，一个真正有实力的老师是不怕比较的，而且我都打在侧标上给你看。各位，1月11号当初我说放空四星 KY， 各位你看，各位注意看哦，从我讲1月11号放空四星 KY， 我放到最高，真的，各位，放空之后连跌四天，连跌四天。那各位，我昨天说什么？昨天说什么？买回四星。各位你看，今天四星我昨天就买回哦，今天马上涨给你看，而且收最高，收在3690块。各位你看到没有？我跟你讲，这档股票是我的名牌，我叫它上它就上，我要它下它就下。你们不相信，我从371块做到现在呢，我的价差已经3800多块，870块的样子。各位，我价差已经3890块，三万，对不对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吗？我很清楚跟你讲了。各位，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敢打在侧标上的啊？各位，你知道打在侧标上是什么意思吗？打在侧标上，第一个，我没有造假，我实在给你看，让你知道我就是买回了。我放空结果跌四天，我买回它马上涨给你看，这就叫实力的展现。这还需要造假作弊欺骗吹牛吗？不需要，这就是真真实实的。所以各位你看，我陈立豪做股票，各位，真的我很实在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的会员很喜欢陈立豪吗？就因为实在，很棒。各位，昨天1月17号难道你没有看到我讲这个吗？尾盘的时候不是跟你讲买回了吗？昨天你不是看到了吗？各位，今天1月18号马上飙到3690，赚了125块。各位，你跟我念八个字好不好？真实富贵，千真万确。你跟到的投顾老师，你也跟他讲，哎，陈立豪说千真万确，真实富贵啊，你也念一次给我听嘛，我跟你打包票。很多的投顾老师念不出来啊，因为为什么念不出来？从头到尾造假作弊欺骗吹牛，怎么念得出来嘛？
我陈立豪不一样，各位跟我念一个字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累积已经30890块，十张就好，不要讲到100张了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那个台中第七期从化区的那个客户，真的，他真的很可爱，80几岁的老伯伯，好可爱，真的。他帮我介绍了很多很多的会员，而且都是，银发族的，都是银发族的、啊，最年轻的都70几岁了，最年轻哦。他说跟着陈老师真的好棒，赚一些钱让儿子高兴，赚到钱不用让儿子养我，我自己养自己就好了，多么有气魄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各位，10张就好，120万，120万，100张，1250万。各位，台湾的钱有这么难赚吗？台湾的股市的钱有这么难赚吗？没有啊。我跟你说过，叫你放空就像放空，叫你回补就回补，叫你反买就反买，各位就这么简单，没有其他的废话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没有造假作弊啊。你看这个，当初1月11号我说放空四星，放空创意，对，1月11号就空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空了之后跌4天，跌4天赚了将近500块，赚了将近300块，有没有？这边赚了500块，这边赚了300块。各位，昨天又反买，又赚了125块。你看，各位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厉害。我也跟你讲 ，I am best of best。你不相信？不相信你就慢慢看下去就好，你就看到别人每天赚大钱，成为一种习惯就好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赚大钱的人，你真的没有办法去体会赚到大钱那种高兴的地方。各位，你如果没有钱，你想买东西，你会考虑东考虑西。当你有赚到钱的时候，你买东西很霸气。多少钱？100块，给你了。10000块，给你了。10万，给你了。对不对？各位，再看第二支创意。我昨天跟你讲什么？你敢买吗？各位，今天马上飙上来，你看。各位，今天马上飙上来，你看，最高1750。各位，昨天买到今天，一天可以赚65块。你有跟我念8个字，来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就好，65万，100张650万。各位，有这么难吗？而且这档股票我也是来回做价差，已经赚了好几次了，对不对？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在台湾做股票它其实真的不难，你知道吗？是难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愿不愿意跟着陈立豪一起打江山。我跟你说过，为什么上海复旦大学愿意聘请陈立豪当客座教授？上海复旦大学是很难的，很难进得去的，而且去当教授更难。我被聘请当客座教授，为什么？因为 I'm best of best， 听得懂吗？精英中的精英啊，不是我在吹牛，我真的很棒。各位再看长荣，前一次我们赚了10块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我又买回长荣吗？各位，昨天我还给你看这个买回长荣啊，有没有？我148到150买的嘛。各位，你看到今天长荣，各位今天长荣马上涨给你看，收最高收158，你看，各位我赚8块。你说老师啊，你做那个3000多块，你做了1000多块，有啊，我做100多块的，100多块啊。各位，长荣这100多块的，大家都买得起啊。各位，我昨天告诉会员买148到150，我还有很多的会员说老师啊，才赚10块钱出来，我们又要进长荣哦。我说对，他说老师，长荣那个海运哦，那个航运股在现在的红海那个在开战啊，会不会影响？我说很棒，浑水摸鱼啊。我说就是因为有开战，我们才赶快买啊，开战我们就赚钱了。你看，各位开战呢、啊，各位148到150块买的呢，各位今天马上赚8块。各位你看到没有？10张8万，100张80万。各位你看到没有？长荣，
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，跟着我陈立豪的好处是什么？哈，第一个，我是不会造假的，我也不会去作弊的，我也不会去吹牛比赛啊，啊，我也不会去欺骗了。那你跟着我的好处是我个性很直接，我告诉你买你就去买，告诉你卖你就卖，叫你空你就空，你不要太多的废话。我这个人 做事很直接，我的会员跟我跟到真的，哎，我讲一个真的小故事给你听哦。今天我不是接到很多电话吗？其中一个会员说，老师，我现在每天都等着要看你的讯息，老师，我现在已经习惯每天看你的讯息，一天不看好奇怪，一天不看你的讯息真的 很难受。哎，各位，你看一个老师被会员现在这么依赖，我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。各位，我你记不记得我当初，你看你记不记得我当初10月30号那一天大盘一直杀一直杀，结果我说会回补支撑，5月17号的支撑15961到16015之后，这个跳空缺口回补之后就会一直 up 有没有？各位，你看大盘从我那时候讲10月30号10月31号来补缺口之后 up 涨了2000点，涨了2000点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跟你讲很清楚了吗？结果各位，前两天我在电视上跟你分享了一个我传的讯息，我说大选完毕之后饭照吃，对不对？工作照做，不要有太大的期待。结果大盘连跌两天，连跌两天之后，各位，连跌两天之后，我昨天在电视上跟你讲可以开始买回股票了。所以我买什么？买四星，买四星，昨天买四星，今天马上赚125块。我买创意到今天马上赚65块，我买长荣马上各位赚8块。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都打在车标上的吗？各位，我告诉你的神盾神盾神盾，12月28讲，1月4号讲，1月8号讲，1月9号讲，1月10号讲，昨天还在讲。各位，你看你看你看神盾就好，到今天再创短期新高，最高182.5块。各位，你看到了吗？全部在侧标上，不用造假，不用作弊，也不用盖牌，不用盖了。但你在股市里面要做到一个真正让会员尊敬的老师是很不容易的。很多的投资人参加这个老师之后换那一个，参加另外一个换一个，一直换来换去，换到陈立豪之后就是续约续约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我做得到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我在车标上就跟你讲过了，各位，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吹牛，我也不要欺骗，你就马上来电就好，有这么难吗？各位，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你不会念吗？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绝对不是天方夜谭哦，你要300万变成3000万是绝对有可能的哦，马上来电，真的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真的很希望在进入2024年，我不是跟你讲2024年吗？很多人是辛苦人，很多人是一般人，我希望你都成为有钱人，好不好？成为有钱人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当你成为有钱人的时候，你会多高兴，你知道吗？要买什么不求人，对不对？你儿子不想给你钱，你也不求人，自己赚，自己赚自己花，不要留太多钱给小孩。为什么？自己过自己好生活啊！你钱太早给小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到最后人家看他脸色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傻傻的，对不对？那很多的太太要参加，先生不参加；先生要参加，太太不参加；儿子要参加，哎，爸爸妈妈不让他参加。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赚过大钱，没有赚过大钱的人永远是这样。当你有赚过大钱的时候，各位，我告诉你，想把你赶走都很难赶。各位，我再让你看一个讯息，你知道为什么陈立豪跟你讲不要跟着三大法人跟主力大户在做股票？各位，来，你看，你看到之后，各位真的你会气死。各位，选举之前有没有？选举之前，各大媒体杂志很多的座谈会的老师啦，他们所谓的专家，你看来。大选之后，大选哈，
加 CES 助攻，台股下周有没有拼18000？我当初在报纸上写什么三个字？他奶奶的，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？各位，大选加 CES 助攻，台股下周拼八，拼万八。那时候是1月4号，有没有？是不是1月4号？我不是写三个字吗？我说他奶奶的，我说他奶奶的，有没有？他奶奶的，不可能的事情乱讲，有没有？我陈立豪是一流的呢。一流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外资法人、投信法人喜欢看陈立豪吗？除了帅之外啦，那个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，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不但没有攻18000哦，你看，大盘不但没有攻18000，一路下，你看一路下，各位，这就是报章、媒体、杂志啊。那各位，你看，当初外资法人，大家不是讲吗？哦 ，FED 要降息哦，哦，外资哦，外面的外资全部涌进台股哦，热钱进来了。结果昨天大卖700多亿。各位，你看这个报纸更好笑，你看，外资超绝情呢、啊，外资超绝情呢、啊，大卖700多亿。拜托好不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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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我当初在电视上早就跟你们讲了，各位，这个经过了几天的股市洗礼，你还觉得台湾有基本面、技术面吗？全世界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，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利得，资本利得就是金钱游戏，金钱游戏就是有内线交易、人为炒作嘛？你怎么听不懂？你如果跟我一样懂得筹码，你如果跟我一样懂得筹码，各位，你看昨天买三只，今天全赚，一个赚125块，一个赚65块，一个长荣赚8块，昨天买给你看，对不对？这还要还能作假作弊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跟到三大法人呢，我讲外这些投信，我就跟你讲，三大法人就是有钱的大散户而已，跟你们是一样的啦，跟一些投资人是一样的啦，追高杀低永远是这样，追高杀低啊，永远死路一条了。全国的观众啊，你听陈立豪讲一句话哈，如果你现在从现在开始，你还在跟着三大法人主力大户，还在跟着投信法人，我跟你讲。你要懂得他们的筹码，像陈立豪一样，我很懂他们的筹码战。如果你不懂，你跟着这些人在做股票，你只有死路一条了。那我干脆你就退出股市，不要再做了。你真的退出股市，因为股市不适合你，你真的不适合股市，真的。我当然很希望大家都来参加陈立豪啊，但是我讲话很直接，我讲话很客观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客观的想法，请你退出股市，你不要做了啦。真的啦，因为股市不适合你，因为你进来股市要赚大钱的啊，你进来股市要赚到大钱，能够改变你家庭的生活嘛？那如果你进来股市没有赚钱又赔大钱，那你进来干什么？神经病吗？对不对？我讲的话很直接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真的，各位我们常在讲，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。我不是在电视上跟你们说过吗？Dreamers are the most beautiful and hope follows. 各位，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嘛。哎，那个梦如果是白日梦，那就完蛋了。不要是白日梦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真的，四星创意长龙。各位再送你一句英文的 ，No pain, no gain， 听得懂吗？就是人家所讲的"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"的意思啊。No pain， 不会痛。就不会得到 no pain no gain， 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跟着立豪好不好？真的，跟着立豪，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啊，每天都在等你，只是看你有没有那个缘分而已，好不好？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
金融献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，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，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我们常常在讲，很多人啊做股票，真的我啼笑皆非。很多人做股票都在讲说，我的运气，我的运气啊，算命的说今年是我的什么什么本命年，今年什么犯太岁。各位你知道吗？我的算命师跟我讲，只要你碰到陈立豪，你就是发财的命，听得懂吗？你要相信谁？你当然要相信陈立豪啊。各位，你的命出生没办法改，你的运是可以改的，好不好？要改成为好运，各位就跟着陈立豪试看看，2024年你把它当作最后一笔投资，投资在陈立豪身上。各位听得懂吗？你只要看到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 I am best， 听到 Best of best。所以各位，我都不怕你看电视节目，哎，跟你讲，1月11号放空这两只，结果这两只跌了4天，昨天马上买回，这两只全面大涨，有没有？跟你讲买神盾讲了5天，讲了5、6次了，结果狂飙，神盾大涨，对不对？长龙哎，上个月做一次赚10块钱，昨天马上买回，到今天又赚8块。各位，这个你看不懂吗？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吹牛，不欺骗，马上来电。你看这个这么帅，你看到没有？各位，其实哦，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，你要懂得人性，你更要懂得那个三大法人、主力大户心里在想什么。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能够击败三大法人跟主力大户吗？除了我在股市35年多之外，很简单，我学过心理学。很多投资人，你看到报章、媒体、杂志登利多，都想去追股票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常常在电视上跟你讲吗？我买股票一定买在人家不要的时候，我买股票一定买在人家当垃圾要丢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买。那别人要追的时候，报章、媒体、杂志登利多的时候，我全部就丢给你，对不对？像四星 KY 1月11号登利多，我马上丢给你，而且我丢到最高价3830到3855，赚了500块，马上放空，又大赚，将近赚300块。昨天买回又赚125块。各位，你就做你就算不要做其他股票好不好？就做四星 KY 就。各位买车又买房啊！我的天哪，那个车还不是普通的车哎。最少都让你买到宾士 S， 对不对？还有人买
超跑，买豪宅，就靠一档股票就够了。所以各位真的跟着利好安心吧，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全国的一些小白，全国的一些投资人，我是真的很想奉劝一些看得到电视节目的人，可以帮我宣传一下、哦、真的去宣传一下。你如果真的不想赚钱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、哦、帮助人、啊、帮助他们胜造七级浮屠，知道吗、哦、所以各位跟着利好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也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咯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 waiting for you, waiting for you, 好不好？等你等你等你啊，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